赚大钱。这两年来，我们每次玩游戏，我们从来不讲规则，都按我们自己的来。我跟那边都唱过这首歌，我们都在首秀唱过这首歌。你们唱吗？是我生日，我给你们唱。那最大他说什么？是啊，来，光这歌怎么唱嘞？什么什么？我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
的啦。No，是水最重要，水最重要。啊，最重要，是最最重要。酒精多。哪一家？
奶章，我的是阿白家 ，Freeam， 我的是那个妈天，准备开始，一二，一二，好，下一轮开始，三二一，一，五个二的一，准备开始，一二，三四，我刚才同时进五个，一二三四五，来准备开始，一二。和行，直接你分析。啊有哎，郑乃馨喝奶茶喜欢几分糖？郑乃馨不喝奶茶。我们喝不是郑乃馨不喝奶茶。郑乃馨不喝奶茶。那么请问谁喝奶茶？西里那里高喝奶茶。西里那里高不喝奶茶。谁喝奶茶？准备开始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没演，哎，准备开始，一二，哎，有了有了。郑乃馨喜欢的中国茶，中国什么茶啊？菜菜。麻辣香锅，他是最喜欢的。小金不是中国菜。小龙虾麻辣香锅。好，准备开始。我正在现在约定约定呀，和他们约定一起去泰国。啊对，一起去泰国。毕业了之后要一起去西林家。先去西林，先去西林家，再去泰国。再去我家，再去泰国。哎，描绘我心中的你。描绘我们心中的妹妹。画完妹妹呼呼的。西康索的画就是说只可意会。你好，走过来一下。你别的，你就老是挖那个什么，那个老人那个。老人。叫什么人？还是说画的那个？丁老头儿，丁老头儿。我知道你会画什么。你这又太简单了，谢谢。我不能看出来，我看你那孤的。对不起了。奶奶，对不起。奶奶随便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速度确实是该对不起。我也画完了。哇，一半一巴掌。我好歹画的像个女孩。你画的这是个什么？他短发的时候，他短发的时候不就这样吗？是我吗？短发时候的你，他画的惊悚片出来，这多恐怖！你们怎么要画那么久啊？对呀，画什么东西啊？我待会儿倒是要看一下你们画什么。哎呀，周瑜画的不错哎。可以，好像我，自信的我。魏建宇啊，谢谢。你俩这个。赶紧道歉吧，我都道过歉了呀，道过了，道过两次了。对不起，奶奶，对不起，画的很差吗？哎呦我，还行。我画完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谢谢。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画的最好看。我感觉他画自己，我画的画挺好看的。是你？谁呀？你刚才不是这样跟我说的？我画的是草莓，跟你的脸啊，草莓上面是那边的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很喜欢草莓。你看你的眼睛，我画的，因为那边的眼睛总是这样。哦，有意
吗？我很有灵。我不得不说，这是我两年以来就是说画最不抽象的一幅画，真的是最画工类最不抽象的一幅画，真的不是西卡索的临时的水滴。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说吧，就是刘海画不完了。我觉得像。你觉得像，我就觉得很像。你看，本来就是说，他的下巴到这儿，我画了个耳机，然后往里面，画的是这个衣服的线，就是说，这是我近两年以来最满意的一张。嗯，来吧，展示，来展示，来展示一下我的。我是主要是颜色，今天就是。我变火，蜡黄了。小成人，小成人，但是这个成人我感觉很阳光很活泼。今天的衣服就是给画出来了，非常符合。这个交叉的零色画的比较像。对，是。我是实在是画不出来正常的人，是。然后我画了一个很意象的感觉，这是我。捏捏的脸在草莓上面，对，我们看，就是因为那天是喜欢草莓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展示眼睛，来吧，展示。也可以。你这个下巴也是蛮久的。为什么下巴这么久？我画的就是那天，你看眼睛圆圆的，然后嘴巴也是这样的，哪样的？为什么？我之前以为他是随便的。实验室里面那种瓶子，可以。双杯。可爱，蓬蓬裙，然后小刘海，小头发，嘴里非常细节的这种。现在要点评一下吗？十分，有一百分就可以。你先这样，你先道个歉，然后再道歉。没事啊，你先让我看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看变了，变了。这是我几岁的时候？这是你现在来的。多么的说。你进去的电梯他一反说我们，他说他不敢看，他还哈哈哈哈。撒那个钟山，那个腿怎么那么烂？有点这样的那个你先放。来，一二三，我们直接三一起喊吧。来，准备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当当当当当。想对郑乃馨说的话，就算梦已经成真。还是啊，漂亮、美丽不用说了，听多了。太好了，知道。就算某一天，这偌大世界只剩我们，也会相拥着来驱散寒冷。那天说我不怕冷，怕热，怕热。好。去年啊。对啊，去年就想到了今年啊。去年开始准备，对，准备一年了。好，来展示。希望你能一直开心哦，妹妹。开心哦。谢谢。好，天天开心，平安。哇，跟我一模一样哎！啊，是吗？啊，天天开心，平安健康。哦，这奇奇怪怪的。你们对着默契。要天天开心，平安健康。还给你标注了拼音。你也是开心。谢谢。我是开心快乐赚大钱，看到这个大有多大了吗？大钱，看到这个大了吗？好，谢谢。歌很简单，人家总归是说快乐，天天开心，我只要只要你一直爱我，好。只爱我，怎么是你的愿望？是呀，那真是愿，应该是你的愿望。是我的愿望呀。我的是 Happy Birthday， 祝
我的宝贝，那生日快乐 ，Always be with you, always behind you, always。哦，谢谢，还有我们两个小姨，这是我的签名。好了，都送给妮妮。好嘞，谢谢，谢谢。表现优异，与姐妹们共同完成挑战，收获成为唯一特发自招。双休，双休，双休。哎，那天是我们在华谊的最后一个生日，明天你们生日会在哪呢？都别说了，在我家。都别说了，七个人都在我家。你们每隔两个月就来一次，可以，我到时候飞。到时候直播。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许愿，祝赵国有几个愿。中国有几个月？泰国有几个月？你呢？好，我在想，可以帮我取。希望每个人能实现自己的愿望。什么都行，快乐什么的，发大财，来去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过完了我们银行最后一个生日，还挺快，一下子过了有14个生日，然后今天也是，我们南城厨艺这个 vlog 系列的最后一期了，所以希望这一系列的 vlog 呢，能够有你们的陪伴，你们一直都看着我们成长。我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关注我们。最后一期结束，打板，3、2、1。哦，打不完。走吧，我们出去。你好，见。